昨天林仙他终于向我表白了，我们在一起了。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美好而平淡的过着。他跟我说了很多他以前的生活，以前的他忙碌冷漠，除了工作不把任何事任何人放在心上，看起来让人羡慕，但过得很累。他告诉我他喜欢现在在大东村的日子。林县慢慢学会了种田，虽然他还不是很熟练，有时候还会闹些小笑话，但他真的很认真。最近他在地里忙碌，我在家做饭。现在的我们很幸福。林夏，洗洗手过来。嗯。快来。饿了吧？这儿也是。哎呀，这边也是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小满。哎。吃饭呢。哎，光博。光博。一起吃点啊。这就做好了。哎，你们吃啊。好。哎。快吃吧。嗯。鸡蛋，好，一补，快尝尝。嗯，你自己吃。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放松一下就好了。你以前没插过秧，肯定这次不习惯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可能比你还弱啊？我种田都种习惯了，你跟我哪有可比性？嗯，你手都这样了，我来喂你吧。这次真给我吃啊！真的。嗯。嗯，真好吃。不吃了。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喂你，我喂你。怎么样？嗯。
会想起。好吃，尝尝虾。湖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，温暖我的心。